九月开幕的 Sam Yummy 摊，楼高七层，有商场同共享空间。呢一间泰国嘅 Muji 咧系有刺绣嘅服务，我就拣咗呢一件衫啦。唔知道有咩图案可以拣呢？原来呢度咧好多图案都系泰国色灵草嘅图案嚟嘅，例如有山竹啦、榴莲、冬阴功，任君选择啊！仲有当年限定嘅麻质拖笔，一样充满泰国风。艺术装置大玩颜色，主题是Sam Yan区情怀。离开泰国的朋友仔就知道呢一间船面咧喺胜利纪念碑入边咧系好出名噶。喺呢个商场终于有分店啦，而且都系维持16匹一碗咋，我唔客气啦。真系太好味啦，好饱啊！准备食第二 round。Food Court 仲有小食档，商场嘅碧斯同唔少连锁品牌 cafe 都系开24小时，揾食冇难度。呢间厨具店有齐沙煲晏餐，本地外国品牌都有，仲有大量干货。同样开足24小时的共享空间，设计劲 shopping， 温书慧都认个人，仲有超开扬景致。另外仲有电脑室同 cafe， 亦都设有自动贩卖机，共享空间用作阶梯同回廊等设计，营造交织空间。最 eye catching 的圆形剧场，吴温书都可以去打个卡，